好久没拆快递了，我妈妈今天给我到货这么多快递，看来今天能拆够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涵涵，别忘我叫小涵涵哦。先拆个小笑，妈妈有我的呀，有你的，你拆开看你就知道了。这都愿拆快递呀？我看到是鹅。鹅呀？鹅，小企鹅，小熊猫，小海豚。这是啥呀？这是隔热垫儿。fish。嗯？啊 ？fish。这哪是 fish？ 这是鲨鱼。你的 fish 是鱼。不是鲸鱼。接下来咱就拆一个白色袋子。你买那么多抹布干啥呀？当然是擦脸洗手的呀。哎，正好我给我学校那个也选个呀。最好看，我要擦。行。哎，选个小手帕。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啊，家家团圆会呀啊！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嘚瑟劲儿。看看下一样吧，小黑蛋，这咋那么小呢？我相信这一定是个好吃的，好吃的我来了。哎，咋没有一个好吃的呢？没一个好吃的呀。小熊啊，今年是兔年，你还非得整熊猫。嗯，我喜欢点颜色呀。是放在微波炉上的小垫垫。再拆个大布，这个应该是个衣服吧？嗯，是个衣服。对。天，这衣服你快点出来吧，咋一个都不是我的呢？是，再拆一个就是你的了。一会儿你试试那衣服看咋样。这不是衣服，这是一啥呀？脚垫儿，好不好看？漂亮吧？不看。这颜色，这格子漂亮。不好。防粘垫儿，这个是。哦。嗯，搁那吧，一会儿就铺上啊。不喜欢它。最后一个圆滚滚的大棒子，应该是个瑜伽垫儿吧？这个我还是一个那啥呀？嗯，是，嗯，一幅画，对，一幅画，名画，古画呢还。这幅画是我们的脚垫，一个都没有我的，真的好难过呀。这不有你的吗？这不给你个小帽吗？拿上去擦桌子去吧。那就给我买一个笔盒吧，新的。没有。书包没有。小夜灯没有。拜拜。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对宝宝？宝宝今天都睡了。能让你感受一下拆快递的感觉就不错了啊、哦！再见。